Hello，大家好。OK，这两个是公司帮我们准备，对，很贴心，很贴心，帮我们准备好了。马上就要进节目组了，我们终于要出发了。这一期的话，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去节目组会带一点什么东西。我好像还是挺在乎大家的评价的。直接就开始了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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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湿巾纸，绵柔巾，对，硫磺皂，万能药膏，洗面奶，大宝，哦对对对对对，我从我妈那儿偷了两片面膜，那我要带的这个东西就先告一段落，然后我们马上去看一下小马哥那些 B boy 的衣服，他就是一个 B boy， 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浩文。大家有看到我旁边的这对衣服吗？话不多说，然后我就快点收拾吧。这是我的洗漱包，然后里面有什么呢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洗面奶。保湿乳，剃须刀，然后我这个剃须刀拿到现在了，就根本没有用过。曲博宇他把我的充电的那个，然后就在他那保管，然后我就一直没带，然后就在家一直放。让我们来看看曲博宇是怎么说的。小马哥的那个刮胡刀的充电线，他自己走的时候不带，忘在公司了，然后我就给他收着了呀。他每次还说我把线给他拿走了，他没办法说你自己拿走的。好，没有开玩笑，开个玩笑。然后就是我的护肤品吧，水乳霜、水，我不是水，我的霜，眼霜、霜，面霜。哎呦，哦。发的那个洗护套装，我把身体乳带去。对我来说，可能说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的胃药、感冒药、消炎药，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。这个眼药水、褪黑素的片，因为我有时候睡不好。然后这两个像会和杨生一起把这些这样子拖过去，然后我们再分里面的。东西，所以其实衣服我们不用准备很多，但是鞋必须得带。直接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吧，就是我要去带走的鞋子，万斯的板鞋，对，北卡蓝 AJ11 AJ13 的一个中国年，然后这个也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。说了半天，我球鞋也是很偏女孩子，袜子也偏女孩子，看了这个颜色有点在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小女生。せーの。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。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。给大家透露一下，这是我和聪聪一起约定买的这个系列的鞋，我就跟他约定好，一定会穿一次这样的鞋，然后不一样的配色，很帅很酷，然后感觉很有默契。鞋子就不展示了。这个箱子除了一些日常的衣服之外，我还带了一些眼罩。我感觉一关灯就满屋子都是人，很恐怖那种环境，感觉床底下有人，就太热闹了，那我就感觉睡不着，就很恐怖。就我一般睡觉就喜欢开着灯睡，然后开着灯睡怕睡不着，所以我就想带个眼罩过去。对，然后这就是我要带，可能带过去节目组的一些东西吧。OK，Stop、okay,。这个叫憨憨，非常可爱。继续学习，好吧。